叫王阳，出生于1991年。我现在玩这个火车模型差不多已经有12年了。然后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呢？就是因为受到家里的影响，我的父亲、我的爷爷都是铁路工作的，然后我打小就是铁路边长大的，所以说对火车这个情怀特别深。每天直播都在晚上或者在夜里，夜里的时候把灯闭了，就是这个场景的效果会非常棒，就是真的有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，比较真实。打算做一个冬天场景的这个沙发，因为这样更符合我们哈尔滨的特色。